哎呦，拍个封面拍不好了。粉条子，肉，然后炖那个豆腐，还有白菜，五花肉炖的，可好吃。嗯，炖的白菜真香。涂了个粉啊。真香啊，全是肉味儿。豆腐，太香了。太下饭了。我放可多白菜了，我怎么没看着呢？这边白菜和豆腐都可好吃了。这么烫啊，白菜！哎呀，这白菜真烫啊！妈，烫舌头疼。舌头疼坏了。白菜好吃，
苞米碴子，豆角捞土豆。哎呀，嗯，黏糊的苞米碴子。对，嗯，五花肉。有点烫，嗯，太香了。哎呀，太香了，这块咸的，我自己腌的。
今天天热，吃点啥看？大冷面配个大西瓜，冰镇的。嗯，冰牙。冷面啊，它现在是八袋冷面，然后赠8袋辣白菜啊。活动，大夏天的你吃点冷面那嘎嘎好，看这冷面，嘎嘎有食欲，还有筋性，还有嚼头，酸甜可口。嗯，嗯，在冰箱镇的水哇哇凉，看我脸都出汗了。在冰箱镇的水，肉还在冰箱镇着了，哇哇凉。面嘎嘎清净啊，汤也好吃。一袋给你配一袋辣白菜，嘎嘎爽。太凉了，水都带冰碴的，太凉了。它里面带一包辣椒油，带一个汤料，带一个干辣椒面，全得劲啊。面不是那种就是没有筋，没有筋像扑嚓扑嚓的，特别有筋性。一下就降温了，挺好啊。面成有咬头了，看今天吃的啥啊，橘子啊。
是巨资买的，扯了一个大腿。哎呀我的妈！看有没有食欲？哎呀妈！哎呀妈！还没嘚瑟掉呢，吃点好吃的就嘚瑟。嗯，那爪子，大腿不给他。不咸，挺香，还挺嫩。这比我炖的辣哈，哈，我炖的没那么辣哈。你来一块吗？来我，你来一块吃。整点好吃的我吃，剩下的胸脯子给他吃。有点埋汰，这鸡脑袋多小。今天吃的啥啊？这个是血肠、大白肉，还有肝儿、杀猪菜呗，这是啊，还有酸菜。咱先来一块肉啊，来一块大肉。
是不是站起来了？太香了。你口怎么太大了？妈，真是崩眼睛。视频拍的有点碎啊。肉太多，把酸酸埋底下了。这啥好吃？吃啥？韭菜盒子啊，这个是直播时候做的，我都刚才都吃了11个了，我再录一个啊。直播敢做敢吃，都吃11个了。
韭菜鸡蛋虾米的，吃饱咋下？没有看我直播的，刚吃完十一个，你看出来你给我评论一下子啊，刚吃完，我怕你们早上没看着我直播的，播一下，给你们看一下。吃了十一个韭菜盒子直播，完了喝了这么大碗的五碗粥。吃饱。